何已经换了上？如此说来，那朕是冤枉您了。没有没有，那朕怎么补偿你啊？哎呀，皇上折扇奴才了，奴才能有今日，全是皇上恩赐，奴才披肝沥胆在所不辞，岂敢奢求补偿啊？你这么说，让朕更加内疚了。那这么着吧，太后这两天给朕呐选了几个秀女，赏你一个。不不不，赏一个。奴才谢主隆恩。壮士，袁姑娘，皇上把你赏给和珅了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。姑娘知道这个道理吧？我明白了，既然如此，我这就去和府。 阿英姑娘，小女子阿英见过何大人。别，阿姑娘请坐啊，坐。姑娘坐。何大人，小女子是皇上赐给何大人做丫鬟的，何大人如此客套，岂不是折煞小女子？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。凡是皇上赐给何某的，哪怕是个物件，何某都会高高的供起来呀。何况姑娘你呀。 何某正准备让下人收拾出一间上房出来给姑娘住啊。何大人又错了，小女子是丫鬟身份，岂能跻身上房？<笑>不错，皇上是说过把你当丫鬟送给我，但是那是皇上的客套话啊。何某可不能蹬鼻子上脸，真把姑娘当下人看待啊，姑娘。 这儿你尽管住啊，就把它当做你的家好了。当然了，倘若姑娘觉得住得烦了啊，想出去玩一玩啊，那你抬脚就走便是啊。<笑>哎，这回消停了吧？别老想贪财啊，什么事儿啊？ 别老想着出个风头啊，占个高枝啊！这些毛病以后都得改。嘿，刚伺候你喝两口酒，你就找不着北了，教训起我来了，真是忘恩负义啊！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冒着杀头的危险与那个女子做交换，你能平安回来呀？你说什么？冒什么险？跟谁交换啊？明啊！哎。 也不知道他现在见到皇上没有，老天保佑，傻丫头别闯出什么祸来。你把话说清楚了。阿英，怎么了？太后不是在选秀女吗？我把阿英推荐给太后了，她说她见不到皇上就不放你。现在应该可以见到皇上了。我说你这个糊涂娘们儿啊你！好啊，红丽，你真是长了行势了啊！ 你居然敢对我拍桌子打巴掌啊你！打巴掌？我还打你呢我！你大好我！我打你怎么了？我要不打你，我这辈子就不知道打你什么滋味儿！你个傻娘们儿，你大祸临头了你！哼！啊！我不过了！今儿怎么那么多礼啊？又有什么麻烦了吧？起来说了，起来说。哎，谢皇上啊！ 皇上哎，我们家大梅她平时好贪个钱财，再有一个就是嫉妒心挺重的，这您都知道吧？清官难断家务事，你那些烂事朕不想听。这事还非得麻烦皇上不可。小民在外呀，现在有一个相好的叫阿英。哦，有相好的了，朕怎么不知道啊？皇上您知道不知道的？这不打紧。 关键是他这件事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让大梅就给知道了。哎呀，天下的事啊，狠毒莫过于妇人心呐！皇上，您猜他给小民使了什么毒计呀？啊，他居然把阿英作为秀女推荐给太后了。皇上哎，你说他有多糊涂啊？啊，这把您皇上置于什么位置了？这不是让皇上您和我红丽的二锅头了吗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！哎呦，对对对，不能这么说，可是。 可是我这意思您明白了吧？嗯，所以请皇上您饶恕大梅的无知，您跟太后知会一声，
让小民把阿英领回去吧。你多虑了，太后给朕选的那些秀女啊，朕一个没瞧上，全打发回家了。那打发回家了？嗯，那太好了。那小民告退了啊。嗯哼，嗯，怎么不早说呀你？大梅啊，这唱的是哪出啊？啊！你走开！我不行，拉你当殉葬品。哦，嗨，大梅，我跟你说啊，一场风暴平息了，明英姑娘没见到皇上。什么阿英皇上？我才不为他们操心呢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寻短见呢？哼，为什么？我没想到。大梅有生以来挨的第一次耳光，竟是拜你红利所赐。你好，你说，我还有什么脸面见你啊？见一面也好，咱们就此别过吧。不，大梅，别拉我！我可告诉你，这个上头我可都是浇了火油的，只要你一动，我把蜡烛往上一扔。连你一块儿烧！大梅，哎，有话好说，啊，要这样，你加倍打我行不行？哎呀，大梅，你就饶了我吧，啊，大梅，只要你放下火烛，啊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商量。你要让我饶你？这也不难。嗨，别说不难了，你就算是难的，我也全盘答应。你说，除非你在我面前跪下，重重的给自己一个大嘴巴，让我出了这口恶气。大梅，你说我打自个儿这没问题，可是你让我跪下，这怕不好吧？俗话说，男儿膝下有黄金，只能跪祖宗、跪父母，哪有跪老婆的呀？那我可就烧了啊！哎，大梅，能不能再商量商量啊？明码实价，没什么可商量的。大梅，这经过就是这样的，看就让他看。嗯，我跟这件事应该了断了。可是奴才见了阿英。心机实在太可疑了。什么阿英啊？嗯，倘若老爷我没看错的话，她就是袁中正的女儿。哎呀，看来老爷我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啊。当初皇上提起明史之事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因为美元了袁崇焕而触怒了皇上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啊？皇上天性仁厚，袁崇焕死了这么多年了，忽然又提起，皇上的意思我猜错了。皇上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当然是为袁崇焕翻案了。所以说，阿英一定是想办法通了天。皇上怀疑袁中正的失踪和我有关，所以就把阿英赐给了我。哎，让他四处查好啊，啊，到处都看一看，反正我们问心无愧，也消除了他的误会。嗯，啊，那是。所以，对他的行动，啊，一概不要阻拦，任由他四处去检查。还是老爷心胸宽广，哎，佩服，奴才佩服。你说这个袁中正啊，居然跑得连他的女儿都不知道他的行踪。哎，那天你送他走的时候，
他没跟你说去哪儿吗？他去哪儿？他怎么会告诉奴才呢？奴才不知道。嗯。